喜欢唱这首歌，因为很久以前，刚好西部有一些朱都籍的人来台东踏勘的时候，我就想要靠近他们啊，因为那时候家里的土地有很多很多的人一直在问说你们要不要卖，说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就想要从朱都籍那边时候听说我们地方的建设有哪一些，结果我就告诉他说，我是山地人，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是原住民，我那时候只是山地人。然后他就说，他就问我，你是哪一族？我很骄傲的告诉他说，我是阿美族。结果那个人就说，那更不可能啊，阿美族都很帅啊。哎，说的也是啦，所以呢，我才知道，我原来我是阿美族的淘汰品。所以我就喜欢用这首歌来表示说，我是阿美族，所以我很喜欢唱刚才的那一首歌。所以我要接下来呢，还要继续唱我们阿美族的歌。这首阿美族的歌呢，是以前我常常有一段时间呢，常常被长辈啦督促啦一直念碎碎念，念得我头都痛了，一直叫我说这个还没有做，那个也没有做，就一直念。后来我就一直想要把他的嘴堵住了，可是又不能骂，跟他吵起来。后来就想啊，我就用唱歌的方式嘛，我就做了这首歌，要堵住他的嘴。叫做让我们放开怀嘛，Papi, you can't be so. That you had not good. Daura and to e
aku Papi yang kini sudah jauhan aku Laura aku Thank you.